老板喝醉又停电，哦，灯开的时候就我保护你。第一次看到现场，眼睛可以放哪里？啊，直视就好了，直视就好了，直视，那放尊重一点，这样子。因为今年大家如果说有四成人看不到尾牙，那我们今天一次国光让你看个够，我们招待你，好，招待你一些尾牙的一些漂亮的表演，必看的，是不是？来第一位，欢迎蓝晨宇，哇，晨宇你好。看起来是哇，成语相当好的感觉。你好，您是什么星座的？处女座。处女座在表演上面来讲是非常的对自己很严厉的，严谨，严谨是。那是笑点在，我是常常出错的那一个啊，是啊，哦，就是我还没讲完，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不严谨，对，当然比较不严谨的处女座的，对我就是那个不严谨的处女座。是处女座什么工作的？平常我有自己的。就是品牌，运动品牌。哦，运动，可是也不是舞蹈老师吗？对，也有就是舞跳舞啊，就是接 case， 两边赚，开玩笑，这样才赚得快。对，然后有就是教课之类，教课都有。那你会为厂商量身打造表演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因为像是有些尾牙厂他们会。有主题，然后大家会有那种就是 cosplay， 就是会有什么百老汇啊，或者是说或者上海滩啊，对，就是有一些主题性，每一年都不太一样，舞龙舞狮啊之类的。那我们就可能就是要配合他们的主题来做那些表演。这样费用来讲是可以加钱吗？我们费用都还蛮高的。哇！失敬失敬，羡慕啊！不好意思，今天请贵的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投影。设计投影表演就要花近百万，哇！对，谁出啊？啊，当然是老板啊，就是很多科技的老板，他们都大公司，哇！对，科技大公司，然后会有，对，然后他们会有是 logo， 对，就是会有像你们国光 logo， 对，然后我们就会就是用一些影像啊、投影，然后舞者来结合这个 logo 来，就最好，对，然后最后可能。他们的 logo 在前，然后舞者可能就是一些 pose， 然后就秀出他们 logo， 然后老板就会觉得很气派，然后觉得哇，他们就会攒，就是会砸钱，就是愿意砸大钱。难怪今年只剩六成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花一百万，对啊，我们看看那一天表演 VCR， 请看这个。Humans like this. This is the. No, no, no. This is our image. This is our image. Righ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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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 our都一定要在那个点上，对，所以经常不在点上就你。对。哇，尴尬，这个到底要怎么办？没有，但正式的时候我一定会那个啦，正式的不会。那像你主持就是表演过那么多场尾牙，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？老板喝醉吧。老板来了，醉来，开什么样嘞？但通常这种都是老板喝醉又停电。灯开的时候就我保护你。通常这种都是中场跟后面，因为那就是大家就是中场就已经喝嗨了，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带动气氛，然后会在舞台上，然后会拉着大家一起上台，然后就是展光门一起嗨，带动唱了。那老板就是有一次拉了老板，然后说在嗨在嗨，然后可是老板突然消失了，他跌下去。哇，你没有看他，就是因为旁边也是还有人，你要可能要顾，有时候有就是也会看不到。重点是你有笑吗？先笑再扶他，不能笑。他也不记得，搞不好。对，我也忘。那当然有点吓到，我们就赶快去救，就是去下面关心他有没有怎么样。但是他一定就是很嗨，就是不过没事，然后继续再嗨这样。那时候面子，那个是台是低，如果是高台，那个摔下去直接就救护车了。对啊，你那种跨年演唱会那种台下去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但还是各位老板还是要小心哈。对，而且他的表演那个这么精致嘛，如果那些喝醉的人不
不小心打扰你的表演或怎么样，上来摸你头发，哎、欸，你头发很漂亮、哦，对啊，或是抢道具啊，就是笑笑的、啊，还是笑笑的跟他就说，哦，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啊什么的，然后就继续跳。哦這個、你们的尾牙是幼稚园尾牙，不可以这样啊！小朋友，没有，你不能就是生气或什么，就是啊，技术性的闪躲吧，对，不然你怎么办？边跳边就是闪闪，哇，对啊，对，你刚刚那边跳边闪还闪得蛮漂亮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你的舞风是什么？我的舞风哦，我们很多就是舞风都要会，就是其实接这种尾牙的话，各种都要会，像什么现代啊、芭蕾啊、街舞啊。那今天既然来到这里，如果你表演什么采茶舞什么，我们就扁了。今天要来表演一个比较啊女味，来好不好？好，期待期待。就位。最后一招真的一飞冲天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哇耶，哎呦，太厉害太厉害！唱线怎么样？我第一次看到现场，哎，他第一次来国光，第一次，对，我第一次来国光。大家自己人，你没事在楼下你就走上来嘛，真的吗？好，我们那边门没有锁的，所以我还不太确定我眼睛可以放哪里啊，直视就好了，直视就好了，不要觉得害羞。你躲人家说你心里有鬼啊，对，直视，但放尊重一点，这样子，很美很美。那今年尾牙那个接的会不会真的被那个景气影响？哦，已经取消十场。哇哇，场面接了十一场，难怪你刚刚跳的是有愤怒的成分在里面，少一场又少一场，你好没水准。好，那个希望明年这个疫情这个过了以后，大家能够重拾那个是荣景，对对对，报复性接单，对啊，祝福你，对，好，谢谢，各家厂商都报办三场，好，谢谢，请坐，好，谢谢，很棒。讲尾牙就要抽红包 ，Yeah， 是不是？才有诚意啊！神功抽红包 ，Yes。好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游戏规则就是挑战者出来，在指定位置转自转十圈，十圈，然后呢，在三秒之内你要去按到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价是500，哦，然后比如说，你按 OK 吗？哎呦，这有乘以5的，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。乘以3的是，那你当然加50是最大，所以说这个是小的，你们要注意。哦。那刚才呢，我们在后面有看到一个诟病，诟病就是呢这一票都在看我什么什么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只有第一个比较幸运，哎，因为第一个是这一张，之后呢换一组就换一张。哦，但是不能背起来。之前是，我们会让你先看10秒。哦 ，OK， 好吧，你就要认定说哪一个是最棒，然后你就在那边这样按完之后，只能要一个，只能要一个，对，用这个。哇，常健其实现在那个制作费都不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你也要玩，每个来宾都要玩，通告费可能除以2还是？哈哈，没有了。来，第一位置在这里转，寇磊，示范动作这样，好，这样，陈宇先来。你要示范吗？康哥啊，来，康哥归你，然后直接，这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开始，来，要快哦，快速哦，一，哎呦，算快哦，哇，你真的叫打拼哦，三四。好，你还啊？哇，你还按到，各位，
面诚实，也有压到负两百的，但依照面积来讲，负两百的面积比较大。真的，我必须诚实的说，是负两百。对啊，我那你就听你的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负责任，因为观众我要，我会算他诚实哦，五千，但是立冬说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算他这样了。乘以十再除以五，乘以十再除以五，十除以五，那就乘以二喽。对啊，就乘以二喽。对啊，就一千喽。对啊，哦，这样好一点。哎，康哥自动要贴五百。谢谢康哥。我要替制作整预算啊，你帮我卖掉那六万，然后今天连这个五百你也把我弄走。习惯了，反正这种事我常做。好，一句话好不好？这个算法很棒。好，可以。